迎收看我们音乐摇篮之燃烧吧火鸟，燃烧吧火鸟。哎呦，非常好，今天就来到我们的主场地屏东，这样有点大声，好不好？不会，热情，很热情，是不是？对，屏东就是有一个热情的感觉，外面的温度很高。嗯，我听说我前两天从北部下来，哇，北部还蛮低温的，一来到这边，我衣服一件一件脱，现在还可以脱吗？现在还可以，不能再脱了，不能再脱了，这样就真的啊，就不再穿播出了，就要挂上手帕，真的真的。所以今天来到我们屏东主场地，哎呦，大家先各自介绍一下，我先来介绍，大家好。我是萧胜杰，美哥，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甘大。来，然后我们依序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来。Yeah， 大家好，我叫做柯蔚。来，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文晴。哎，文晴。大家好，我是星辰。温柔温柔派。大家好，我是念祖。念祖，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规则，首先呢，我们等一下会进行这个以乐器来发出声音，然后让大家猜猜看这个乐器是哪一个。那利用三秒钟进行抓取，抓取到的人呢，并完成今天的指派曲是小蜜蜂，对，那全队完成优胜。好，来，我们进行游戏开始。哎呦，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哦，蓄势待发了。好，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准备什么。不要偷看，不要偷看，后面的不准哈，眼睛摆好，眼睛摆好，眼睛摆好，那个表情也做好，眼睛也不要脱窗啊。哎呦，这个不可能，这个是什么啊？这个不得了嘞！为什么会有这个？你准备的哦？对，后面啊，就是一件蓝丝带，这次真的很，我们这个是爱好的，真的，蓝色嘛，看你要好准备。好，这个哈，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了哈，我们就废话不多，直接开始啊，全部来转背后，转背身，对，转过来哈。阿甘来，我们先邀请你来发出第一个乐器。好，就这个乐器。好，第一个乐器哈，我们先发出声音哈。等一下发出完声音之后呢，转过来我数三秒哈，先各队派出一个人进行长曲就 OK。好，第一个声音。好，再来哈，再来再听一下哈。好，有听到吗？有听到哈。好，来。手要三转过来哈，一二三，好转身哈。刚刚那个声音应该都听到哈，要抓出正确的。所以有哪一个做出来的声音？啊，先从你们两位先开始抓取哈，好不好？好，手要三秒好了，一二三。要确定，因为这个也会列入评分的。对，会哦。那我们设计师，你还是要拿一个，你要上哪个东西？你觉得你要考虑我的脸，好不好？你要考虑我的脸，你已经没有脸了。好，这样也接近。好，都选定了哈，选定了哦，就不能再更改了。好，来转过去。好，我们再发出第二个乐器哈。这边他们记录哈，他们记录哈。第二个哈。好，还是要发出正确声音啊。我发现你们那队。脑袋好像有点问题。你怎么这样子说？他们是一个预备，因为等一下他们还要指定局要弹奏小蜜蜂。对，如果他们乱拿的话，哇，那就抓塞这样子。对，这考验到你，比你好像好，你知道吗？都是创作人哎，也是创作人，他一定会想办法。有不同，就算是塑胶袋也可以创作啊。厉害厉害，开玩笑。来，第二个指定乐器是第二个指定乐器哈，那我们就用指定的乐器哈，是认真的哈，认真的，我认真的指定的。等一下，要以发出声音为准。我们要完美的和音出现。好，OK， 我认真发出声音来喽。这个好，有听到吗？有听到吗？听到。再一次哦。有听到哦。好，听到。好，来，大家转过来哈，自转一下。好，换要抓取乐器的人来站中间一下哈。刚刚应该 OK 哈，有听到哈？有。来，三秒钟，请抓取。就拿了，听我声音哈，三秒钟，请抓取。来。到底谁比较快？没有啦，这个啦，这个其实是一组的啦。一组的。对。对。再一次啊！再一次啊！三秒钟进行抓取。好，
就是猜拳，要猜拳，猜拳呐、啊！完蛋了呐！这样子猜拳啊？要三个一组？对啊，哎，三个一组啦，猜拳，猜拳一下，猜拳，猜拳。好，剪刀石头布。哇、哦！我感觉我有希望，光明来到我身边。他等下节奏组都有哈，那你再选一个啦。我们好像都节奏组。哎，等一下，我先说，你们现在手上的乐器，等一下要能弹奏小蜜蜂为主哦，好不好？你们已经选定了就不能改了哈。好啦，蜜蜂发挥出小蜜蜂的样子。你后拿来，你选一个。当然，那个可以发出小蜜蜂，当然可以啊。但是也是要对那个这个旋律啦哈。好，再转过去。马上变哦。好，没关系，音乐创作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对，他们都很有才华。再转过去哈。好，再转过去。好，我先讲一下，还有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是他们抓取乐器来给我们，我们来帮他们做一个润滑。然后润滑，对不对？来，大家转过来。我跟你说哈、哦，这一个乐器哈、哦，三秒钟进行抓取。嗯。哦，再多抓一种乐器，是让我跟阿干两个可以来守护大家的合作，好不好？好。来，派出一个人哈、哦，就你们两个人哈、哦。我想也没有其他人。好，三秒钟进行抓取。哇。哎、欸，很好。哎、欸，很好，很好。哎呦。很好，可以，好，等一下我们就看他们怎么样子创作出一首完美的小蜜蜂。好，开始。等一下到底要怎么样用这些手上的乐器来进行我们这个指定曲小蜜蜂的这个表演？哈，表演，我们就来好好欣赏一下哈。你要进歌了吗？要进歌了吗？会进歌了。噔哎呦！感觉我快出点了，我觉得你快打出火花来了，潘老师，你那个电击棒的部分快打出火花了。好，很好。哎呦，刚刚那个哇，太精彩了吧！我其实说真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弄什么节目，你知道吗？我自己也觉得蛮奇葩的哈、哦，特别即兴创作、哦，即兴的乐器演奏。对 ，OK。哦，刚刚大家应该玩的很尽兴，大家稍微有一点感觉了，非常开心，是不是？好、哦，希望大家哦看到第一集我们这个哦音乐造起来这个单元，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以及多多留言给我们， okay, 给我们更大支持，好不好？耶、yeah.。欢迎大家，紧接着啦，紧接着期待下一个单元，也希望大家再持续收看我们的《燃烧吧火鸟》，燃烧吧火鸟。